奉行六波罗蜜。六波罗蜜都是帮我们放下的啊，布施，放下贪心啊，对于五欲六尘没有贪念啊，财色名食睡通通能放得下啊，持戒是断恶的啊，佛的教戒，无戒是善，要真干呐、啊，那不是说的，啊，要真干，啊，这个就是功德，积功累德，啊，忍辱，忍辱是断嗔恚的。非常重要，因为嗔恚是地狱的业因啊，脾气很大，嗔恚心很重，这都堕地狱，一定要忍啊，忍辱。你看南洋一带的同修赞叹海鲜老和尚忍辱功夫了不得，他什么都能忍，一生没发过脾气，没有说过哪一个人不好，没有，一生没说过，这个不容易啊，我们要修啊，啊，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忍辱才能精进，不能忍辱谈不上精进，一发脾气就火烧功德林。啊，禅定就是一心，就是真心。啊，真心起作用就是智慧，般若智慧。啊，这个地方略举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也。啊，布施一定要修，天天要干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帮助一切大众认识佛法、明了佛法、修学佛法，往生净土。就正果了，都成佛了啊。所以发心修行，行持处事待人接物自然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他念念想别人，你看未发心之前起心动念先想自己的利益，发心之后啊，念念为众生着想，把自己的利益忘掉了，想尽方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。冷静地想一想，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的，啊，现在的人都爱看电视、电影、歌舞、报纸、杂志、画刊，这些东西都是搞六道轮回，与我们不相干呐、啊，一概不需要啊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我学佛64年，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拒绝了，放下了，有50年了。
那我不看电视，连新闻都不看，我也不看报纸，啊，报纸杂志跟我都绝缘了。啊，我每天看佛经，每一天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那么家里人要看电视，随他去。啊，要常常劝他醒过来了，好，咱们家里就不要这个东西了。他没醒过来，随他看。啊，我们不要看，自己不要看。啊，自己天天念佛，到往生的时候表演给他看，他就相信了。啊，这是最好度众生的方法。我做出样子来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啊，所以一般人都是被境界所转。啊，看到这些东西，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生烦恼。啊，那我们要学学《金刚经》上两句话，说得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我们修的是什么呢？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心里也没有染着。这就是定功啊。啊，不看是智慧，不动是修行，啊，是在修定，是过人搞过人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也感恩一切大众，啊，他时时刻刻在诱惑我们。好事在考我们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定心，定不定得下来。他天天考我们，天天通过，所以对考试我们的人要感恩呢。啊，没有这些考试的人呢，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层。啊，有这么多人来考试，你都如如不动，这功夫不错啊，啊，功夫很好。那么六波罗蜜是菩萨修行的六大纲领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就是放下，万缘放下，心中一切妄念、执着、分别、忧虑、烦恼、牵挂。通通放下。持戒是守法，最重要的守老师教戒之法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找一个好老师，要依靠一个好老师。我们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为什么？就是为找好老师。最好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，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那个会上成就无上菩提，证得圆满的佛果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不是到极乐世界去享福的，啊，抱着享福的念头到极乐世界是去不了的。啊，那个地方的人都非常用功，啊，都希望在短时间就能有大成就。那么老师的教法非常重要，啊，并不限于杀盗淫妄，这当然
要遵守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不淫欲，不妄语，还要守现在在这个地区上的法律风俗习惯啊，然后我们修学才不会受到阻碍啊。忍辱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忍心、耐心、长远心啊，我们的理想愿望才能够达成啊。古人所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啊，我们今天智慧不足，福报也不足，那么对于小事情特别要修忍辱啊，来增长我们的善根福德啊，不忍是不能成就的。每一天早晚定课，这也就忍辱，你要能忍，你才能保持啊，一天都不会丢掉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平常叫散课，就是有空闲的时候就念佛啊，需要办事的时候去用心办事，事情办好了，佛号就提起来啊。办事的时候可以把佛号放下啊，特别是需要用思考啊，我们就要认真把事情做好，事情做好之后佛号提起来啊，把那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。那么第四个是精进，精进是天天求进步，一门深入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一句话没错，但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誓愿断。修行它有次第，先断烦恼再学法门。那么我们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用意在哪里？断烦恼啊，烦恼通通断尽了，你开悟了啊。开悟是什么样子？无论什么经教摆在眼前，都是其义自见啊，我不但能看得懂，我还看得有深度啊，这就叫开悟。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，就是大彻大悟啊。大彻大悟那在见性，那就是一切经教全通了啊。无论哪部经教你看，或者别人念经你听，没有一句不懂啊，而且里面的意思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呐啊。所以这个层次要知道，我们今天读经是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用这个方法来断烦恼。啊，不是开智慧的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我们在求智慧。这才行，光学多闻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在我们现前，咱们就修定。
啊，积功累德，先求净土。啊，在底下说，否则所修呢，都是邪知邪见，反而坏事。祖师说的话一点都不错，烦恼不断，要专修一门，烦恼断了，才能广学多闻。啊，往往看到一个人用心修学，未出名时人还很谦虚，啊，这一出名之后啊，就功高我慢，啊，瞧不起人，是什么？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了，博学多闻，学的越多，烦恼越重，到后来一事无成，反而障碍了往生。唯有精进才能得定，定是枢纽，慧是目的，最后般若智慧，我们也应该依此标准坚固不退。那这个话说得很浅显，很白，一看就懂啊，真的非常重要啊，人永远要谦虚，永远要恭敬啊，古人所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平，越谦虚啊，没有说是学问越深呢傲慢越重啊，这眼睛慢慢长到头顶上去了，都没看不到人了啊，那是烦恼，那不是智慧，那是完全走错了路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社会上那种人很多。